属下产业曾出现冠病确诊例的产业主，可在年底前申请政府的援助津贴，支付一半的专业清洁和消毒费用，顶限3000元。旅游业相关产业的津贴顶限则是20000元。除了酒店产业，旅游景点和邮轮码头也可申请这项津贴。